闯东营，他 KO 日本拳王的皮国旗进军营，故乡子弟钢拳猛腿，打出中国威风。中国功夫，所向披靡。K-1 中国首战，第三国中立裁判，解放军拳王周志鹏能否打破泰拳王波球十年不败神话？12月28日中午12点，广东佛山热血直播，2013 K-1 中泰拳王争霸。